娱乐工具变成生产工具，精美的刺绣如何让农民脱贫致富？农民学艺术以后变成艺术人才。乡村旅游如何让一个普通的村屯儿变为全国文明村镇？越活越美了，越活越美了是吧？外来的黑木耳如何助力草原上的乡村振兴？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是不是有点梦想？敬请收看《生财有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张露欣。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芒来嘎岔。刚才呢，就在我身旁的这个农户家里，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东西，非常有意思。看，这什么东西呢？这个外观上看起来呢，可以把一个手指塞进去哈。这上面有很多小洞，非常规律，应该哈就是一个做针线活常用的工具——顶针。但是这个顶针的材质，哎，有点像塑料哈。最关键，这颜色的搭配是不是有一点似曾相识呢？没错，这个顶针啊，就是用它来做成的麻将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当地的老百姓哈用麻将牌制作顶针？这顶针到底是怎样做成的？最关键是这其中啊有哪些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去这家农户去看一下。你好，你好，你好，这个顶针是您做的吗？对，是您做的，怎么称呼您？我叫苏雅乐。苏雅乐是蒙古族的这个语言音译过来的，是吗？对，很好听的名字。这个做这样一个顶针，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呢？15分钟、20分钟左右吧。这么快？嗯。那行，那您现场给我演示一下，把这个三碗做成一个顶针，我看看怎么做的，好吗？行。哦，用电钻钻个眼儿，挺简单的。在短短20分钟之内，麻将牌经过打孔、切割、打磨，就变成了刺绣用的顶针。这回这边就基本上成型了。哦，那这个交叉的点是这个小洞，那待会儿是不是还要把这个外边进行一个二次抛光呢？这个用着就这样了。哦，多用就可以了是吗？那像这个顶针是用了多长时间的？这个差不多2-3年了吧。2-3年啊，哦，给用的就是非常的光滑了。那我看你刚才拿麻将牌做顶针的这个手法呀，非常娴熟，那就是从2-3年前就开始这么做了是吗？我妈用的没有了，那就我做一个了。那你这样把麻将牌就是其中的一颗两颗牌拿出来做顶针了，那这一副牌不就用不了了吗？不用了，这麻将也不打了。麻将不打了，为什么呀？现在都忙着呢，不是吗？村民们都不打麻将了，那么在农闲的时候，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呢？在苏雅乐家的另外一个房间里，苏雅乐的母亲包金花和村子里的几个妇女正在忙着刺绣，他们的刺绣手法是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蒙绣的刺绣手法。包金花刺绣用的顶针就是儿子苏雅乐亲手用麻将制作的。由于刺绣手法娴熟，包金花成为了村子里这几个妇女的刺绣老师。好漂亮，包大姐你好。好。我听说就是这几位都是您的徒弟是吧？是。啊，是因为您绣得特别好，所以是可以带徒弟是不是？嗯，先做，先发声弄弄的。啊。大发声。说了蒙语了这是。他一天就会修这个，
哦，以前就会绣，以前就是在家里没事也是就是做蒙绣的手工活哈。哦，包金花的丈夫因病长期住院，一家人曾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今农闲的时候通过刺绣，他一年能有10000多元的收入。走了，拜拜，拜拜，哎，谢谢，拜拜。这麻将牌呢，变成了绣花用的顶针，娱乐工具变成了生产工具。这刺绣啊，可以说让当地的老百姓是发了家，致了富，但同时呢，更是让当地的乡风文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包金花包大姐呢，她平常说蒙语比较多，汉语呢稍稍弱了一点哈，沟通稍稍有一点点困难。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去拜访另外一朵金花，叫张金花，张大姐。据说呢，她的汉语会更好一些，而且刺绣的水平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去找她一下。叔叔您好，哎，请问这是张阿拉坦奇奇格家吗？是。哦，您好，您是他的爱人？是啊。哦，那个阿姨在家吗？在家呢。在家，在家忙啥呢？刺绣呢。刺绣呢？嗯。那您带我进去看看好不好？哎，好。哇，这您家的房子，几间房啊？三间房。三间房。哦。进屋，进屋。好，哎，哪屋呢？他在西屋呢。哦，这儿呢。嗯，阿姨你好。你好。欧语的名字叫张阿拉坦奇奇格哈，是，这个翻译过来是张金花呗，张金花哈，听说了哈，在咱们这儿呢有两朵金花刺绣特别好，您是其中一朵，您在这儿绣的，我看看，哦，这刚刚开始绣是吧？啊，刚刚开始呢。哦，我也搬张凳子，我来学习一下。咱们这是蒙绣哈，嗯，哦，这个是提前画上去的是吧？嗯呐。那这样一幅作品的话，您大概得绣几天？这个呀，这个差不多一个礼拜。那就是这样一幅蒙绣的作品拿出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呢？这个呀，嗯，这个是380。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刺绣的呀？我呀，嗯，2015年12月15号。哇，十天。您这记性太好了，都精确到了这个年月日了啊！我去年还得那个。嗯，50多个学生教了，教了50多个学生呢。嗯，当老师的呢，还当老师了。哎呀，一说到叔叔都非常自豪，老伴儿当老师，您也觉得特别开心是吧？嗯，就家里这会儿我多干点呗。嗯，那以前阿姨刺绣之前，您干家务活吗？不干，不得，我干外头的地里的活儿。哦，以前您负责就是。外面地里的活，现在家里的活也得负责了。让他多干点，多修点，多修点，这样可以多卖钱，是吧？对对。哦，补贴家用。现在这个阿姨，您我看是不止顶了家里的半边天了，家里的大半边天都是您来扛了，是吧？现在呀，高兴着。哎，问问叔叔，阿姨就是这么每天刺绣的话，她就是每个月能够卖多少钱回来？他这个吧，不耽误的话，1-2千吧。一两千。对，耽误了，耽误了就千八的。千八百。嗯。阿姨有没有藏私房钱？岁数大了。嗯呐。以前的话行，现在颈椎啥的都不行了。颈椎、眼睛哈。眼睛对对。那叔叔看着挺心疼的哈。都60多了。60多岁，嗯。但是这是一门就是民族文化，还是要靠这个咱们当地老百姓给他。传下去，延续下去哈。张金花、包金花这样的农村家庭妇女，能够熟练掌握蒙绣的刺绣技艺，得益于一个人——科尔沁右翼中旗的人大主任白晶莹。白晶莹自幼就和母亲学习刺绣，练就了娴熟的刺绣技艺。为了让农村妇女掌握刺绣技艺，依靠刺绣来致富，她曾走乡串镇，深入嘎查村，手把手地对农村妇女进行义务培训。我呢，就是利用早晚时间，早晨5点到7点半，晚上呢，饭后7点到9点钟。在附近的嘎查村屯里面，我下去，我给他们培训。我带着妇联、扶贫办还有就业局的同志们一起在村里面给他们讲课培训。在白晶莹的悉心指导下，300多个学员迅速成长起来。
这些手艺娴熟的绣娘又被派往全旗各个乡镇去传授蒙绣的刺绣技艺。我们中旗呢一共有173个嘎查，一个嘎查里面我派了个老师，常年就是蹲点，一蹲5到7天，跟老百姓坐在一起，同时间一起把这个图案绣完，手把手地教，这样以后带动就快一些个。在2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刺绣老师共培训全旗12个苏木镇的农牧民1万多人，带动了2.1万多名农牧民参与到刺绣产业中来。这些绣娘之中，建档立卡贫困妇女有2895人。包金花和张金花以及科尔沁右翼中旗的2万多名绣娘，她们用一根小小的绣花针以及彩色的绣花线，绣出了精美的蒙绣作品。那么这些精美的蒙绣作品是如何走出了科尔沁大草原，如何打开销路的呢？让科右中旗的蒙绣走出科尔沁大草原的是科右中旗成立的大学生创业就业扶贫服务协会。这个由大学生组成的团队，除了对刺绣产品进行设计外，还担负起跑市场的任务，为绣娘们一针一线刺出的蒙绣作品打开了销路。杨会长，这些都是咱们当地的绣娘绣制的绣片做成的产品是吧？对。哦，像这个是？这是包。小手包。三角包。三角手包。哦，这个小拉链，对，女孩子可以在里面放个手机啊，放点零钱，对，方便。这花纹绣得也非常漂亮。嗯，像这个小包包的话得卖多少钱呢？35块钱。35块钱。对。哦，那这个小绣片的话，绣娘他们要绣一个的话，他们的这个工资是多少？绣这么一个片它就是20块钱。20块钱。对。在大学生团队的努力下，精美的刺绣被销往了呼和浩特、北京、沈阳、长沙等地。蒙绣让科右中旗的2万多名农牧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农民学艺术以后变成艺术人才，他审美观在提高，他这个思想境界在提高，社会和谐在促进，所以文明建设、社会和谐，他肯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额木亭高乐苏木的巴彦敖包嘎查。这个名字是不是特别的长呢？真不算长啊，如果用蒙语来介绍那就更加的长。接下来我们就请苏木的刘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用蒙语是翻过来。乌鲁蒙古林乌尔丹加斯尔呢连干连边而金巴人干人短度都是呢我们听过的说明白那包个车去了。的确哈，用蒙语说起来是更长了。这个小小的嘎查呢，它呢虽然名字非常长非常难记，但是在2017年呢它获得了一项称号，却是非常容易记得住的。在2017年呢它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是吧？对，没有错哈。对，而且呢是在现在已经实现老百姓全部脱贫。咱们当地是有317户人家，有1030名老百姓。对对。现如今我们的年人均收入有13100元。对对，数据都没有错哈。对对。那这个小嘎查它到底是靠什么来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它又是凭借着什么能够获得全国文明村镇这一称号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刘书记带我们去村子里看一下，好不好？哎，欢迎。好，这边。巴彦敖包嘎查能够成为全国文明乡镇，靠的是村里的集体经济、乡村旅游项目。而这个乡村旅游项目对游客最大的吸引力，则是这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除了村口种植的百亩花海，这个旅游景点还保留了草原上很少见到的大片树林。刘书记，我看这一片树林里的树都特别粗壮，这是以前就有的吗？原先有，这些年我们是结合这个保护生态嘛，从这个角度把这个树林子还有这个树林底下草，那个草原我们都保护起来。的确是，我们在来的路上哈，我们就是经过了大草原，很难看到说草原边上或者是哪一个嘎查边上有这么茂密的树林。咱们把它保护好了，其实说也就是保护好了生态环境，用我们独有的一种生态环境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对对对。
除了优美的生态环境，巴彦敖包嘎查吸引游客的还有独具蒙古族特色的民俗表演。金南村气象间干前头念致富经，家家有条致富路，一个产业富一村。从事民俗表演的演员大多是村里的村民，他们既是乡村旅游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乡村旅游的最大受益者。喂，你好。哎呦，您这扮的是这个唐僧是吧？对。这怎么样？累不累？热不热啊？累是累，累，但是为了这个好日子。我这一摸阿姨身上哈，这都湿透了哈。我看看，这旁边是八戒，这个是阿姨还是叔叔？还是八戒。八戒，你说一声阿姨，能把面具摘了吗？能把面具摘了吗？哥，这头发湿透了，我帮你拿着耙子。够辛苦的。你们是哪个嘎查的？就是白羊猫嘎查了啊，都是咱们刚才这个秧歌队都是白羊猫嘎查的是吧？哦，越活越美了，越活越美了是吧？你原先都不30岁都成5岁人了啊，原先30岁看起来像50岁的人，现在呢80、50岁人像那个5岁人像20岁人，80啊，阿姨您80多了，81了，看起来身体很硬朗啊。对对对，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呀！谢谢你们。巴彦敖包嘎查的乡村旅游项目还为游客们提供了各种特色旅游体验项目，在清澈的河水中捕鱼给游客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这个捕鱼很牛瘾的，每次捉到鱼啊，这个有这个收获的喜悦，也是这个劳动成果，非常开心。看着就是咱们这个小小的水塘，其实不深哈，就是到膝盖下边，对，但是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鱼还真的是很多啊！对对对，也是非常新鲜的鱼。你放啊，后来后期你放。水质好。而独具特色的烤鱼，也能让游客们品尝到除了蒙古族特色餐饮之外的河鲜美食。今天我看捞上来好多这样特别大的鲤鱼。啊，对。那今天烤了多少条？今天烤了几十条。几十条了？对。这满头大汗的，看来是没少烤啊。您是本村的村民吗？啊，对，我是土生土长的。啊，对。这个工资怎么给您算呀？工资还可以。还可以多少钱？一个月7000-8000块钱。夜幕降临，村民们燃起了篝火，游客们和村民一起开启了篝火晚会。巴彦敖包嘎查的乡村旅游项目为游客们提供了特色的旅游体验，也让村民们的日子过得像这草原上的篝火一样红红火火。这里是科尔沁右翼中旗额木亭高勒苏木的二龙屯嘎查，现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一所小学废弃的校舍，可以看到哈，身后这样红色屋顶的房子是孩子们曾经上课的教室，那么教室前面的这个区域呢应该是孩子们曾经的操场。现在呢据说这操场里摆放的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棍棒，有10万枚之多。炎炎烈日之下，大姐们正在辛苦的劳作着。哦，还有大哥呢，远处穿着迷彩服的。但这到底是什么棍棒哈，现在看不太清楚，咱们进去看一下。大姐你们好。好。辛苦啊辛苦。我看看种的是什么。哦，是黑木耳是吗大姐？对。哎呦，挺沉呐、啊！看上面全是黑木耳呀，而且摸起来这个很厚啊，这个肉很厚，感觉就是吃起来应该是非常脆、非常有那口感的那种木耳。吃可好吃了，吃可好吃了。你们自己在家也吃这个木耳吗？对，吃。我看看您这个，就我这有签子，你们实际操作一下。实际操作一下，我这一来，大姐就不是我这有签子来操作一下。那你得先教教我，我怎么一个操作法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哪个多啊，我们就踩哪个呢，就是手的那个一扎，还得让它长一长，我们小的再让它长一长。哎，怎么样？
直接揪就行了。哎呦，挺好捡的。嗯，有那种木耳的香味儿，浓浓的香味儿。我每天都奔着这香味儿往这走。这个木耳它就长到多大，它这个口感是最好的呀？这个一块钱钢镚以上。一块钱钢镚以上啊，非常生动的就把这个木耳的这个品质大小就说得出来了，就是低于一块钱钢镚大小的就得还得让它接着长哈。早上五点开始就干到9-10，要不然中午太热了哈。这你看现在这太阳这温度上来，这现在已经是干了，你干了再一碰的话它就损失了。对，还是柔软的时候给它摘下来，这样不会让它受到损伤哈。对。二龙屯嘎查的黑木耳种植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妇联资金扶持下的村集体经济，今年是村里种植黑木耳试验的第一年，经过科学的管理，黑木耳的种植效果非常好。这个菌棒都是黑龙江省就那块引进，到这是两块二这样一根。哎，对，就是一个菌棒。那么如果是我们那个下午自己做了以后，成本大大降低。一个菌棒的成本价就是1.7，那按照一个棒上我们出来个5毛钱这么差距，能省下5毛钱。哎，5毛钱。如果是啥呢？就是这个5毛钱，我们那个这个利润嘛，给这个我们老百姓，这样的他们的收入更加可观。一个棒上，你看一家能养个一万磅的，他就无意当中增加5000块钱收入。非常好。完了，下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们想那个做个菌棒厂。就辐射这个附近的这个村儿，还有这个周边屯子，这样呢就把这个木耳柴想那个推一下。刚刚采摘下来的黑木耳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水分迅速蒸发，短短半天的时间里又晒成了可以出售的干木耳。大概是10斤这个湿木耳晒干以后留下这个干木耳是1斤，这定算1/10这么个比例晒干。我们这个一个棒上一年呢纯挣个1块钱，就是一个菌棒它的纯利润最后能达到1块钱一个。对，这是最低的。最低的那咱们有10万根，也就是说这一年咱们最少是可以赚10万块钱。对，10万块钱。从外省引进的黑木耳在科学的培育之下正逐渐适应这里的气候，而村民们也在打工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木耳的栽培技术。学会了之后可以回家自己种啊，有那个想法。哎，现在过年要是扩大的规模，就是个人家谁家的都可那个想种，谁那个什么，我还寻思你有那个心思呢。有这想法、家里都有那个闲地方，也整个，你讲说几千个磅啊，或者是几万个磅，自个儿在家不用出来打工也可以赚点零花钱了。然后到时候一收了之后还可以对呀一卖，完了开个淘宝店，对，或者开个微店是吧？对，一卖，心思是有。不知道实现不实现了、啊、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人生得有点梦想。在突破了技术难关，打通了销售渠道之后，二龙屯的黑木耳种植基地让村民们看到了黑木耳种植普及之后的致富希望。地处祖国北疆，草原是我们的优势，绿色是我们的优势，无公害无污染是我们的优势。用好的生态，好的农产品，用好的农牧产品提高我们农牧民的收入，这样产业得到兴旺，生态能得到依据，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我们乡村振兴这个战略。科尔沁右翼中旗在发展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根据各地不同的特点来发展多种特色产业项目。在众多的产业当中呢，有的是对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发掘和发扬光大，比如蒙绣，还有的呢是从外地引进过来的，比如木耳的种植，还有的就是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保护性的开发，比如巴彦敖包嘎查的乡村旅游项目。因地制宜，多管齐下，各种特色产业呢不仅使当地的老百姓是增了收致了富，同时啊也让当地的乡风文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露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这里有品种丰富又新鲜的海鲜，够新鲜，活蹦乱跳的。这里还有看到就让你流口水的海鲜大餐。这里的养虾人为什么养虾之前要先养水？漂亮的基围虾，它小的时候长得就是这个样子。这里为什么吸引那么多外地人来度假休闲？
连暑假我们都过来。敬请收看下期的《生财有道》。